谢谢谢谢啊，那我很高兴今天能够做这一场的主持。那么我们今天请的是席慕容女士，给我们来讲她的原乡跟她的创作啊。那么我想大家来到这个场地，一定是都了解席慕容女士啊，她写诗的经历，她的经历比较特别。那么他是台湾很著名的诗人，可他是出生在四川，在重庆，那么是抗战期间。那么他的全名呢也比较特别，是慕伦席连勃，这是他真正的名字啊。他是蒙古人。那么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席慕容女士她这一生的创作跟她追寻他自己整个心目中他的原乡的感觉是有关系的。这个人要追寻自己原乡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很重要。就好像说我们经常会想到最主要一个人的生命意义，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的，人类从哪里来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什么意义。而这个意义呢，经常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的意义，而这个意义是联系到一个很广大的生命的群体，人类的生命群体。所以我觉得席慕容女士她写的诗非常有意思，一方面是她个人感情的发抒，同时呢，也是追寻整个她的生存的一个意义，作为一个艺术家生存的意义。席慕容女士原先是学习艺术的，而且呢，她是在这个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这个读过书。她原先在台湾的这个师范大学艺术系，然后后来出国留学到比利时去。那么她在这个1970年的时候就开始发表作品啊，那然后回到台湾。我跟他就是刚好擦肩而过。他1970年回到台湾的时候，我1970年离开台湾啊，所以我们都对诗有兴趣的。刚去昨天晚上我们还在那边聊天，就讲到他问说是，哎，这个以前在台湾还有一个写诗的诗人叫陈步奎，后来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说我就是以前那个陈步奎，因为我来了香港以后很忙，学校在大学里头工作非常的忙，所以我后来干脆就用了自己的本名了，所以那个笔名就不用了。他说哦，就是你啊，所以非常有趣。那席慕容女士是性情中人啊，所以我们呢今天这个下午就可以听她啊，进入她的真正的性情，然后来讲他的一个原乡的感觉。我时常觉得席慕容啊，他这个人他的基因里面应该就有这种草原大漠的这种感觉，就是像蒙古长调那样唱起来是有一种这个天地悠悠，然后你看到草原上风吹过去那整个一种豪迈的气概。可是我们同时也知道席慕容女士的诗是多么的细腻。我们经常有一个误会，我觉得就是好像觉得蒙古人都很只是很粗犷那一面，其实不是的。你听蒙古的音乐你也知道，蒙古人呢，他有他非常细腻非常感觉这种悠长的那这一面。所以让我们热烈欢迎席慕容女士出场。那我想这个席慕容女士已经出来了，那我们这个场面呢应该交给她了，请她跟我们讲讲那这个原乡跟她创作的关系，好吧？谢谢谢谢。该开了吧？开的。大家好。谢谢郑老师。我遍寻不获的诗人陈步奎原来就在我身边。
我们很多年都没有读到他的诗，所以奇怪他去了哪里。所以我回家回到台湾会跟很多朋友说，原来他在香港。然后我希望您不太忙的时候还是抽出一点时间来写诗吧。偶尔还写几篇，偶尔哈。我今天要讲这个原乡和我的创作的时候，其实我应该觉得怎么说，我昨天刚刚到香港啊，当然我很多那个来接我的小朋友啊，就是我们亚洲周刊的这个这次香港书展的那个很多工读生过来问说，来接我，然后说你第一次到香港吗？要跟我聊天啊，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啊，我就笑起来了啊，然后不小心跟别人说了几句广东话，他说你怎么会讲广东话？我小个时候在香港读小学的，我湾仔的。我是湾仔，现在在香港的地图上面那个边区那里还有修华坊，从那个皇后大道东，然后走那个圣佛兰西斯街，然后往上走有一个在香港的地图的，我今天从旅馆那里拿到那个地图，边缘上有一个秀华坊，那是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啊。所以对我来说很多事情是不可预知的，就是我不知道这么一个在抗战的末期生下来的那么一个孩子，然后跟着父母，然后离这个家乡越走越远。我的父母是在蒙古高原上生长的，然后在国民政府的机构里做事，所以今天还会有一个美国人加拿大的一位作家问我说，你怎么会到台北，一个蒙古人？我说大概是这样，跟着我的父母，因为我是内蒙古人。那他说如果你是乌兰巴托出生的呢？我说那大概也差不多，就是我会跟着我的父母，可能最后我不会是比利时留学，我会到波兰去留学，到东德去留学，大概也是这么一个家庭啊。所以世界上有些事情你大概会这么走，可是有些事情你其实不太知道。所以我想跟各位讲这个原乡和我的创作这个题目，其实我用过有三四次用过了，在好几年以前用过，然后隔几年又用一次，但是我现在发现每次这个里面有一点东西不一样啊。所以今天我很想说，我觉得我很小就是我的一个旁观者。我记得那个时候小时候刚刚要听到父母说要搬到台湾去了啊，那么我一个人走在骚顿考场啊，休顿球场旁边，一个人自己跟自己说，你要记得啊，席慕容，你现在要离开香港了，你要到台湾去，是一个全新的日子，你要记得今天，你这几天你要记得这个感觉，因为你过几天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啊。所以昨天我到了的时候，我住在那个湾仔旁边那个万丽海景酒店，然后别人告诉我这是湾仔，可是我说我不知道我是在湾仔哪里，因为全变了，香港变了很多啊。对，然后我跟那个带我的小朋友说，我说请你告诉我听，休顿球场还在不在啊？他说还在，我说那好，我站在那里就知道这里是湾仔的哪里了啊。所以一个人生命里面有很多小小的地标啊，这个地标是一个空间，但是也有很多小小的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呢，我是我的旁观者。所以今天呢，其实今天对我来说应该算是一个蛮大的日子啊。刚才有朋友在里面觉得我好像蛮紧张的啊，看我的这个头发行不行啊，我的围巾行不行啊，什么原因呢？我是觉得几十年之后我重新来到香港，当然中间我也来过啊，但是今天我是来演讲的，有一个不同的感觉，就是说我今天来跟我的童年报告我回来了啊。然后呢我
从那个，因为以前都是从飞机场都是坐那个快的那个铁路，然后一下到了那个香港，然后这个感觉就很快的什么，但是这一次是坐汽车这样子，打的这样一直过来，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建筑的感觉，那个建筑的感觉就好像跟从前很好像似曾相识，可是又有一点差别啊。然后我就想到我父母刚刚上岸来到香港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啊？然后我现在来到这里，然后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然后再隔很多年以后，如果是我的孩子或者是我的孩子的孩子再到香港来的时候，会说妈妈当年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所以其实香港没有变，香港永远是海上有仙山啊，山在虚无缥缈间，但是现在那个水泥的摩天楼盖到真是就算物理你都不能看不见它，就是它非常精确明白的跟你说，在这样一个岛上，我们这么多人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把它变成一个我们可以生活可以往前走也可以往前往更走过来的路上去回想的这么一个岛屿。所以很多人说香港的书展人多啊，问什么原因，其实我觉得在香港这个岛上有一个很特别的气质，就是我们是很安静地面对一切的变动，一切的灾难或者一切的不合理，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就跟这个石头岛一样，我们只有这个地方是我的故乡。所以我想每一个人的那个感觉就是我安静地面对，然后我想办法在所有的不合理情况之下找到我能够走下去而慢慢的希望它能够变成合理的一条路。所以在这里呢我认为其实每个人或者是我有蒙古高原我们坐在这个讲堂里的朋友有自己的香港或者自己的大陆或者自己的家乡，可是还有一种家乡，这个家乡是什么呢？这个家乡是齐邦媛老师说的，他说我想大家都知道写巨流河的齐邦媛老师，他跟我说什么是叫做故乡，因为我一直闹的我没有故乡啊，因为我生的地方很快我就离开了，我父母有故乡，我只有原乡。可是齐老师说了一个我很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他说故乡是什么，就是那些在你年幼的时候爱过你对你有所期许的人，他们就是你的故乡。所以什么叫做衣锦还乡，就是你当了某一天当你到了长到某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到了那个从前爱过你对你有期许的长辈或者朋友的前面，你说我没有辜负你对我的期许，我没有辜负你对我的爱，我也做到了一些事情，所以当你回来的时候等于你就是衣锦还乡了啊。所以齐邦媛老师说，他说我其实是我学生的故乡，说几十年之后有很多他在台大外文系教的学生几十年之后回来，您是吗？是齐邦，我是台大外文系的。你讲的一点不错，你所有连讲的这些东西好像都跟我有关的。所以我们今天主持人跟我来讲，这一定是也有某一种的缘分啊。所以呢齐老师说我有那些学生几十年不见了，然后想方设法的找到老师家来，然后来看老师，然后很羞涩的，那么大年龄的人啊，就像郑老师这样啊，就是也头发都有一点点白了，还跟很厉害了，还跟老师说，老师我现在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他在做什么时候，就是他的衣服已经变成锦衣了，他衣锦还乡跟他的老师说我没有辜负你对我的期望。所以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感觉来讲呢，其实我的原乡在这里呢，我就要做一个特别的解释了。所以在这里我觉得本来我是说
如果照我们讲法，就是我一直跟别人说我没有故乡啊，我只有父母的原乡。然后我当我1989年第一次我们台湾的政府说，在公立学校教书的这些老师们，因为我是在公立学校师范学院教油画的啊，然后在公立学校教书的那些老师或者是一些公务员可以去到大陆的时候是1989年8月1号。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已经过世2年，我的外婆也早就过世了，我有3位长辈是一个都是蒙古的一个家庭的教育，给我一个很深厚的教育。我父亲还在，我父亲德国的波昂大学教蒙古语文，已经退休了，但是那时候父亲还在。所以呢8月1号听说开放了，我就8月几号的时候飞到这个德国去找我的父亲，说我现在可以回家了，你要不要告诉我听我怎么回家，我找谁啊？然后我父亲帮我找了一位忘年交，然后那个在北京的蒙古的朋友一位诗人尼玛先生带我回去回老家，然后跟我说我们老家的地址，那我老家还有一个堂哥啊。所以那个时候当我回去的时候，我8月1号政府准我们可以去大陆的时候，我8月20几号就已经到了我父亲的草原上。而那年是1989年，很多朋友在6月之后都不去大陆啊，所以我被朋友骂了，说我们都不去了，你为什么要去？我说对不起，我等了46年，我非回去不可啊。所以1989年8月底，我就在我父亲的草原上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每个人都说啊，你是还乡，你是还乡。我跟每一个人说，不是不是，我第一次到蒙古高原，我第一次，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第一次到蒙古高原。所以这一个跟别人辩解，跟别人这个就是说，我不叫人家说你是还乡文学，我也不高兴；人家说是你还乡旅游，我更不高兴。这也不是旅游啊，所以人家叫我去写旅游文学，我也通常很客气的说对不起，这个。我写别的地方可以，可是蒙古对我不是旅游。但是我说我不是还乡，我说我只是去看这个我父母的故乡。结果呢，很奇怪的，就是说，从1989到现在，我慢慢发现了，就是说，其实第一次我刚回去，我大概跟很多朋友讲过了啊，就是说我跟当我终于上了，就是我要到北京啊，还是再到张家口啊，再到张北啊，再坐车，所以我坐飞机、坐火车、坐吉普车，终于那个再走上这个一层一层的那个往上爬的路啊，终于到了蒙古高原，海拔大概1200公尺或者1600公尺，不高了啊，有山的话才到3000-4000公尺，我终于上了踏上这个蒙古草原的边缘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跟那个底下的那个农村的景象不一样，就是草原，我第一次看草原是起伏的，它不是平的，它是起伏的在你的前面。然后那个我就突然之间觉得我来过，然后我就在车上一直叫，哎呀哎呀一直叫。然后隔了这么多年，我那个尼玛大哥还说你叫得好大声啊，还好草原上没有人啊，我一直叫我来过，我都见过。所以每次有记者访问我说你第一次上到蒙古高原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的时候，我都很乐于回答说我觉得我走在我自己的梦里。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已经有一个东西埋伏在这里啊。但是我当时还觉得这是一个，当然是遗传的基因，像您刚才说是个遗传的基因啊。那么我有这样的感觉啊。但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讲的，就是我从来没有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要跟各位说，就是因为我最近在写一本书，所以这个书的内容就是我今天我可能拿了好多篇啊，就是我的这个一本这个书的里面的一些内容，但是就是我想要，就是我就是在最近这半年里面把它完成的，就是我想要讲的说怎么回事，就是说我现在发现了因为有一位那个评论家张瑞芬教授说，
这个席慕容写的原乡书写，是就是说好像那个时间是一个广袤的草原，因为雅玄先生给我写过一篇序叫时间草原，我有一本诗集的名字也叫时间草原，所以这个张瑞芬教授就说，他说时间好像是一片广袤的草原，带着这个席慕容走向他没有办法预知的远方啊，我觉得这句话好像把我这二十多年甚至更早我的半生都写出来，就是说我一直被一个什么引领，可是引领到什么地方我不晓得，但是我不晓得的里面我还是有一点晓得，所以对不起我不做绕口令了，我想各位请原谅我，因为我为什么会去写诗啊？我觉得我写诗比较说得清楚，我讲话很啰嗦的啊，所以请原谅，如果你们觉得不耐烦的话，等一下去买席慕容的诗集啊，不要听席慕容的演讲好了，好不好啊？我还要记得打一下书啊。那个我到了现在忽然发现，就是说原来啊，我是被丢到一个实验里面，丢到一个实验室里面的一个实验品，就是说让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家伙啊，让他走过来，让他去他的这个原乡，让他发现什么呢？我发现就是说，我现在知道了，我从前啊，我当我要1989年见到了原乡，然后1990年去到了蒙古国啊，然后1991年蒙古国国庆，我从台湾陪了十几位朋友到蒙古国乌兰巴托去参加蒙古国的国庆，然后呢，这是在中华民国历史上没有的啊，中华民国历史上认为那个还算是蒙古地方啊，所以呢，我的好朋友蒋勋，我想你们都很喜欢蒋勋啊，他就跟我说，他说席慕容，我们要先谈一个条件，你不要在路上乱哭，我们就跟你回去，因为大家都注意到就是这个席慕容很爱乱哭啊，可是我发现我有进步哎，这二十多年来我没有那么乱哭了啊，什么原因呢？我解释给大家，就是说我发现这个我是这个实验品啊，那这个实验品呢开始以为是自己是去见父母的故乡，当然也有乡愁也有什么啊，那写了半天都是父母的乡愁啊，然后跟着去自己去看看这个草原什么样子，可是呢在这二十年里面我觉得有些东西好像不是用眼睛看的，不是用自己的理智去感受的，而是你的身体法腹都有反应的，就好像说你觉得那个故乡是个空间，又像齐宝元老师说的是一个长时间的有人等待你有人爱你，但是那个故乡呢那个空间它不是只在那个空间里面生存的，故乡的呢整个空间呢在你的身体里面，我知道我们有杏仁核是管情绪的，对不对？我们有海马回是管记忆的，是不是？可是我们也有一个圆脑，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整个大的脑里面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圆脑，我听心理医生说我们如果爱上了一个人是那个圆脑在作用，所以我们爱上了一个人通常没什么道理啊，通常是那个很古老的很坚硬很狂热的那么一个一直存在我们的大脑的中间的那个小小的那个圆脑，就是原来的原始的那个圆脑会让我们爱上哪个人或者爱上了什么事情啊，所以我是认为说我们还有一个故乡，除了遗传基因以外还有一个整个故乡的那个空间的留下来的不知道几十万年或者几万年或者几千年几百年的某一个记忆是跟那个整个空间在你的身体里面。我知道你们觉得这个人有点毛病，这样说法说得很奇怪，可是我认为我这个实验品就是我跑回去看
跑回去感觉，跑回去观察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在暗暗的，在我不知道的时候跟我契合啊。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乱哭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才发现以前那个哭的不是我，那个乱哭的不是我，反而是那个活在我的身体里面那个故乡不能忍受我的对他的无知，对他的不了解，对他的漠视。所以碰到什么时候就他哭起来了，但是不是我。而现在呢，好像他慢慢跟我讲和了，好像我身体里有很多东西跟那个跟我回到那个我回到那个土地上以后，我身体里面的那个故乡跟我身体外面的那个故乡合在一起了，他跟我讲和了。我对不起，郑老师可以帮我解释一下，我觉得我是在胡言乱语。没有，可是帮我讲。我也没办法帮你解释。不过我觉得刚刚因为我们聊天，我们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感觉，就是其实席慕容讲这个原乡啊，那种原乡感觉不是一个很单纯的个人的一个感觉。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生活半生了以后呢，我们会觉得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那我们整个生命追求的一个东西呢，可能有个更大的意义。而这个大的意义呢，当然我们生下来是父母给我们生下来的，所以我们对，而且父母抚育我们，我们特别感激他。可是其实父母对我们的期许也是我们希望人类能够追求比较美好的一个期许。那么我觉得这一种呢，就是说你追寻原乡到最后，你虽然从来以前没有去过，过了那么久然后你去了，到了那里，你那个感觉呢，其实是一个提升到超越你个人了，进入到你对于到底我们个人生活在整个人类当中，这不但只是说当代的这些人，而且还包括古代的整个历史的我们人类发展的，那么这个意义就开始很重大。我觉得其实诗人呢有非常敏感的心灵，而这个敏感的心灵呢，他经常会一下子跳跃的去超越自己，在追求一个你说是梦想，其实不单纯是梦想，而是我们人类的文明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诗人也会用一种直感的方法，通过文学想象、文字的想象呢，在那里追求。我觉得你心里头其实是环绕着许多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你就觉得你慢慢回去次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后来他跟你讲和，是因为你开始觉得这个感悟，哦，你终于有一个可以自己跟自己说明，说是啊，我了解了，我知道了，我也知道自己了。而那个你那个，所以你那个自己不是一个从小孩的时候比较无知的自己，是一个开始对整个啊更高的一个层次的连，把你自己跟整个人类连起来。那当然你要一个具体，人类不能够是太广泛，所以你的蒙古的就给你的特别的这一种感受。我们刚刚聊天也讲到这些问题。对，因为我自己有一些线索，比如说我在初中的时候，初中的地理课本上，我就记得两张相片，这两张相片在我的，就初中读地理的话，初三还是初二，我忘了，应该是初三吧啊，就是有那么多张照片，可是为什么就有两张？就是我看他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不知道什么样的感觉啊，然后比如一张是撒马尔罕那个城市，我一看那个就觉得这是我想要去的地方啊，那另外一张呢，雀特勤碑，很难记吧？啊，朝天雀那个一个门底下一个那个朝天雀的雀，那是翻译的嘛啊？特别的特，勤务的勤，雀特勤碑，一个碑的背面。我想也许等会儿有时间，我就可以给大家放一下。不过因为现在要把灯光关掉，所以可能会影响。我想我就一直讲下来好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是说我在初中的地理课本上记得两个照片。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记得，反正就是一直或断或续的这些照片会出来啊，所以一直到了那个去到蒙古的时候，一直到了2006年，
2006年初中到现在，我们不要说他几十年了啊。2006年我到蒙古国，然后呢，我就站到这个阙特勤碑的前面了啊。然后因为我到了蒙古国，有很多地方可以去，但是我听别人说，那个阙特勤碑在蒙古国的前杭爱省，说有好几个突厥碑，然后怎么说呢？说是这一个是蒙古国跟土耳其的一个合作的计划，说1995年土耳其的总统要到蒙古国去的时候呢，飞机在乌兰巴托的飞机场降落了以后，他不马上去见蒙古国的总统，他到那个那是另外一个敦玉古碑，他到乌兰巴托近郊60公里、几十公里的一个地方，先去祭拜突厥碑。那个突厥碑是敦玉古碑啊。那这祭拜完这个突厥碑以后，他才去见蒙古国的总统。为什么呢？因为土耳其的人回到蒙古高原来寻根，回到蒙古高原来寻根。那个时候，那个包括阙特勤碑，包括敦玉古碑，还有好几座，大概有9座的那个突厥碑都在蒙古高原上，而突厥是从蒙古高原上一直往西走过去的。当然，在蒙古高原上还有突厥汗国啊，所以我到了那个我自己本身，所以他们展开了一个什么？展开了一个土耳其跟蒙古国的一个考古的合作计划，所以开始慢慢修路，就是修那些路到这个碑的前面。当然不是整个到前面，因为草原这么大啊，草原这么大的时候，那个碑本身是不能伤害它，所以要在到达一个地点以后要停留，然后我们走过去。就那天我站在这个敦玉古碑，我后来也去看了，可是我先去看的阙特勤碑，然后我才发现我的初中地理课本上的阙特勤碑是这个碑的背面。那阙特勤是谁呢？是这个后突厥汗国的可汗的弟弟啊，毕加可汗的弟弟。那他过世的时候，我把这个特别，我今天要跟各位说一下年代嘛，因为我想这个年代还是蛮重要的，所以我把我这个特别拿过来，就是把这个立碑的这个年代给大家说一下。那个我想阙特勤本身是一个年轻的一个英勇的，把他的哥哥永历为可汗，然后想办法，就是因为原来的突厥汗国被唐朝分裂了以后，被唐朝给这个吞并了，然后这个后突厥汗国重新再起来，所以毕加可汗就是后突厥汗国重新再起来的可汗。然后他的弟弟过世的时候非常悲伤，他给他做了一个碑。然后呢，他是这个阙特勤呢是他是到公元684年，然后到731年，所以其实也蛮年轻的一个将军啊。那么这个碑呢是公元732年，离现在多少年？1000多少年？要算一下啊，你们去算一下好了啊。我这里写了，但是我想这个大家稍微公元732年的突厥碑立在草原上。雷劈打了半边有一点点的损害，可是在草原上1000多年，1200多年，1300多年在草地上没有倒下来。而我在初中地理课本上看到的那个阙特勤碑的相片，我到了那里才发现是阙特勤碑的背面，唐玄宗亲笔书写的一个那个中文的那个请那个工匠刻下来的，他书写的这个碑文里面就是他说疼惜这个突厥人啊，我好像父亲一样，你们好像我的儿子一样的疼惜。碑文的汉文是这样的啊，差不多这样啊。如果你们要查的话，到网络上可以查得到阙特勤碑的汉文的那个啊。可是阙特勤碑的正面面向东方的是古突厥文，而这古突厥文我一个字也不认得。可是在当时我的心里的感觉是说，原来这么多年我在汉文化教育里面受教育给我的关于阙特勤碑这么一个小小的，我算在历史里面这是一个小的碑了，可是它其实是蛮巨大的，这样一个碑呢是背面。所以有多少我在汉文化里面受的教育
是背面的。那这个正面呢，要我自己到了几十岁以后自己才去找到这个正面，而正面我还不认得。可是我很幸运，我在座有一位朋友，他给我寄了今天也来了啊，他给我寄了一位教授耿世民教授从古突厥文直接翻成汉文的这个九个突厥碑文上面的那个文字啊，我觉得实在是就是说，所以邱本立先生啊，邱立本先生昨天说了，就是整个书展他说文字是最重要的，文字本身啊，我们对那个文字我们是要就是跟他这么好像在网络上轻轻碰一下然后明天又不知道之类的呢，还是你要一直记得那个文字啊？当他说到网络，然后他说到我们纸本的书，他是说希望我们能够看到纸本的书的时候，我说今天我要演讲的时候一定觉得还有一个石碑上刻的文字啊，在从前他希望你记得，希望这个族人永远记得的时候，毕加可汗在那个追悼他的弟弟的时候，他说我们国破家亡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他说唐人的话语甜蜜，唐人的宝物华丽，他原来是柔软啊，柔软大概就是丝绸啊，所以一个突厥汗后突厥汗国的可汗在追悼他的弟弟的时候，在那个突厥碑的碑文上刻下来，希望他的族人永远明白，你们当初来投靠我的时候是无依无马的穷困的，因为原来的原因就是你们相信了唐人的话语以后就最后就是国破家亡，那我在努力的把这个国家复兴起来，所以我警告你们，唐人的话语甜蜜，唐人的宝物华丽，我亲爱的突厥子民啊，你们要自己各自小心。大概是，对不起，不是完全完整，我这个如果你们要看还是要去看原文。那个耿世民先生前一阵子过世了，但是他的著作还是留下来，所以如果真的有心，我觉得在座的我们不一定我当然知道，就是说我们文字本身已经到了已经用电脑脸书或者网络这样传达的地步，但是还有人在一千多年以前用刀刻下来，然后在草原上还在。所以我的感觉是说，当我站在那个碑的前面的时候，我是不认得突厥文的那个文字，但是我回来读到那个书以后，我觉得那个突厥碑就好像都站在我的心里面一样啊。所以我想，如果一个一千多年以前的碑一直站在那里的话，我们怎么能够说历史是已经过去的了？不必提它的了。我们只要管眼前就好了。不是的，历史上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当然我们现在如果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彼此好好相待的话啊，能够彼此了解的话，其实也是靠文字。所以我现在在想，就是说我等一下要说的，就是说我回到家以前，我只是想说去看我父母的故乡，然后我见到了蒙古高原的突厥碑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啊，原来我对自己的原乡所知这么少，是因为我所受的教育不够啊。那如果我所受的教育不够，我还起码是在一个蒙古家庭里长大，那么我其他的汉人的朋友不是更不知道？所以我就很想什么呢，我就很想说我把它写出来跟大家分享。我分享的意思不是挑拨，刚刚好不是挑拨，刚刚好就是说从前因为不了解而有了这么多就比如我刚刚在朗诵的那个蒙文课，我说如果你一个人来的话，如果你独自前来，我们可以成为一生的好朋友。可是当你引入群体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叫世代为敌啊？我的那首诗《蒙文课》，就是我一直在想说，我有这么多汉人的好朋友，有这么多好老师好朋友，可是为什么到某一个时刻，当他分成两个就是很大很大的这个族群的时候，彼此之间就没办法了解了。我跟我的朋友可以互相了解，为什么一个族群跟一个族群之间不能互相了解？那我就觉得好像文字在这里有它的意义，然后不断的写而且参与这个实验好像也有它的意义了啊。所以这是一张照片，就是这个阙特勤碑的这一张照片。
那么另外一张照片呢是撒马尔罕啊，那这个撒马尔罕呢，就是我到最近才知道，我父母都是属于察尔部，察尔部。那这个察尔这个字是从波斯过来的，啊，从波斯的语词过来。这是一位学者伯英呼教授给我的一个讲义，因为他蛮同情我的啊。我记得我在学校里写我的履历是察尔蒙明安琪。啊，我小时候已经在演讲的时候，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意思是说，我所受的种种的某一种的误解或者是一种困境啊，是教育造成的啊。但是问题是，这个教育为什么会造成这样？是因为无知啊。那无知是什么心态造成呢？就是以为怎么讲？我想那个老师您一定会知道。如果有人问我们你有没有读过莎士比亚，我们都不敢说没读过啊，是不是？因为这也是时代的一个压力，经常我们讲 peer pressure， 是吧？那么这是一个麻烦的事情。不，你继续讲。对，但是如果有人问你，你知不知道蒙古秘史，或者是你知不知道蒙古英雄史诗？不晓得啊，然后也无所谓。其实那个最可怕的距离是，他觉得知道希腊。知道英国，包括现在，知道很多现代的东西，或者知道很多，甚至包括很多不同的国籍里面的一些文学作品，好像都是一个也可以炫耀的。可是知不知道关于蒙古？知不知道关于哈萨克？关于新疆？关于楼兰？好像没什么关系。因为我最记得广州有一个青年杂志，让我很早了啊，前十年说让我写一个专栏，说要跟青年朋友谈爱情的问题啊。我说可是我现在所关心的全部是蒙古的题材，我可不可以在你们那个专栏里面讲蒙古啊？他拒绝了，然后给我一个答案是什么？蒙古离我们太遥远了。对，所以这个遥远的本身是心理上的距离，而其实内蒙古是如果广州的人的话也是可以说内蒙古也是自己的国土的一部分啊。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里让我觉得我的朋友都不知道，那我自己也不知道啊。所以这种好吧，我想不要在这里抱怨啊，抱怨是不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情，反而应该就是把它，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造成很多不同的误解，或者我们会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去互相了解。所以我等一下再会说一下关于我们的误解所造成的一些情形啊。但是我现在是想说，想问一下郑老师，就是您觉得我一个蒙古人在现在一直在，就是我见到这个蒙古以后一直在说蒙古，一直在希望别人了解蒙古，您认为怎么说，您认为，当然刚才您也说这是整个人类的啊，可是您认为有用吗？我觉得非常有用啊，因为你是一个很具体的人，那么你的生活是非常的具体的，那么这个具体的东西呢，还包括你对于艺术跟文学的想象，你有这个能力来表达出你心中想要讲的东西。那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希望能够讲的，可是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能力讲得清楚。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文学跟艺术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就它让我们的感情呢有所提升，让我们能够了解别人。你刚刚提到莎士比亚，其实我有时候就觉得莎士比亚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文学家，他让我们了解好多事情。假如没有莎士比亚的话，我觉得英国这个国家值得我们那么尊敬那么钦佩的会减少很多的。所以我觉得任何的文学家艺术家，当你有
一个能力来表达一个人的感觉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你对蒙古有这种原乡的感觉，其实也就让我们就多了解大家。觉得说有许多人觉得说啊，蒙古好遥远啊，蒙古跟我没有关系啊，我为什么要知道它呢？那我身边好多事情啊。可是这里头这种隔阂会造成其他的问题，尤其是在现代近代，当我们这种民族国家成立以后，当我们这个国家意识非常强，这个把我们一些人的感情呢变成依附到一个政治的一种或者意识形态的这种框架之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对别人就会有产生很强烈的仇恨。你比如说我们大多数的中国人啊，甚至不管哪一个族的中国人，经常讲到日本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的生气的，我们很气很气。那这为什么很气呢？原因就是中日之间的关系，我们经常想的都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而日本的这个政治家呢的态度也很不好，是吧？日本的政治家经常就是他利用有一些他不愿意来理解另外的，比如说我有时候觉得日本这些搞政治的他根本不想要了解中国人的感情，是吧？那么这种的态度我们经常会受到这种影响。日本的人你跟他个别交的时候，就像你说是朋友的时候，你就觉得每个人都很可爱，世界上有很多可爱人，当然有坏人，而政治家或者是政客大多数都是坏人。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文学家艺术家，因为他不去从政治的角度来影响别人，他是从心灵来影响别人，我觉得这种都是好人，是吧？你是好人。不敢。但是我跟您刚好您讲了这个，我就是说关于不了解啊，我自己有一个反省，就是我十几年以前刚好要进到21世纪了，有一个我非常敬佩的朋友问我一句话，他说马上就要进入新世纪了，你认为蒙古高原会对这个新世纪有什么特别的贡献和影响？你知道吗？十几年以后我发现这句问话，我再重复一次，马上要进入新世纪了，你认为蒙古高原会对这个世界有什么贡献和影响？很骄傲的问题耶，很骄傲的那个暗藏的骄傲。可是我十几年以前我很钦佩这位，而且这个骄傲是所有对不起，不能讲所有我知道很多知识分子的骄傲，就是说，而且有时候偏见，糟糕，我会得罪人，常常在知识分子里面反而市井小民啊，你说什么我听什么信什么。可是知识分子里的某一种偏见是从司马迁的开始一直到现在，对这个北方的蒙古高原的偏见到现在没有消失，而且好像也从那个就是从司马迁那里或者后汉书这么一直下来没有消失啊。部分的，对不起，我绝对不能得罪所有的人，一定还有好人，一定还有好人啊！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我当时没有觉得，因为我很钦佩那位朋友，我就说，我说我不敢讲哎啊，我说我觉得，到了21世纪，也许每个人都会重视经济上面的一些或者科技上的贡献啊，我不敢说，蒙古高原会不会有这样的贡献。但是我只是觉得蒙古高原的存在让我们人类心安啊。然后我又补充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蒙古高原是我们人类在这个地球上仅有的几个原乡之一了，所以它的存在呢让我们心安。可是隔了十几年，今年5月有一位朋友从很远的地方来，我不认得，一位做纪录片的一位导演指名要访问我，然后跑到那个淡水的海边，然后让我坐在
海的前面，海浪从我的后面打过来，然后让我回答问题啊。这位导演很有深度，他要做纪录片啊，很有深度。嗯，对，那刚好涨潮啊，我们就注意着，如果那个潮再上来，因为那里觉得很漂亮，可是问题涨潮，所以那个一直那个海浪越来越，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裙边会不会沾湿，沾湿的话我就要跑了啊。但是我还是他的问题得很深刻，然后我也很高兴的一题一题的回答，而且有时候还有点还会流泪啊，因为我觉得他问得很好，但是他问了一个问题，就我突然之间我觉得好像那个怒火就起来了，因为他干什么呢？他说，请你跟我们说一说草原在今天的价值啊。跟我想跟那位十几年以前的人问我的好像还没那么骄傲啊，可是问我的那个问题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发现我在做什么，我跟着那个就是对着现在这个镜头，我就说，你要问我草原有什么价值吗？我说，请你先回答我，人体的肺脏有什么价值，人体的肝脏有什么价值，你可以告诉我听吗？然后我还气得不够啊，我问他说，我问你左手比较有用还是右手比较有用，你要哪一只手，你要我的左手还是你要我的右手啊？结果那位先生不知道是我他什么地方得罪我了啊，可是我自己也愣住了，我就说我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那么愤怒。然后我们吃晚饭的时候我就再跟他解释，我不是对您的问题，就我是对您的问题生气，可是不是对您。他说我了解，你要说就是草原其实是个有机体有生命的，我说是，可是我讲了十几年来多少次有人访问我，或者我出去我就在讲草原这个价值，可是这个草原越来越坏越来越坏啊。那这个坏的原因是这个绝对是因为这个政策啊，就是说不了解，就是草原是一个有机体，它是这个地球生命的一部分啊，所以我忽然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回答。我是个后知后觉的，我其实很笨的，虽然也许算一半的好人，我也有很坏的地方了啊。虽然是一半或者四分之一的好人，可是我很笨，我十几年前不会回答，还很谦虚说我们的原乡。可是我这个这么软弱的回答，会给问问题的人以为什么呢？以为原乡就是说停留在没有开发的状态，所以要如何拯救这个原乡，就是要开发它。我用这样软弱的回答是我的错误，所以我觉得我十几年以后生气的意思是说，我不干了，我要告诉你听，你在做的事情是你在毁坏地球的这个生命的一部分啊。然后我想要说的意思是说，草原本身不是没有灾难啊，几万年几千年这个草原，包括它变成草原也是因为天气的变化，大自然的变化啊。原来是更早是可以有少量的农耕的，可是后来天气冷，然后越来越冷，所以整个亚洲的北方西北方呢，就变成一个每年只有一年生长出来的草木啊，像灌木或者是像是大树在某些地方，其实蒙古高原地貌很多了，我们常常会就是我这样讲会让你们又有一个误解，说蒙古只有草原，没有，蒙古地方是高原森林湖泊河流火山熔岩台地湿地沙地沙漠都有。但是如果讲到这个几千年的游牧文化的话，那就是草原是最大的腹地啊。那这个草原本身是什么呢？本身它每年你如果不动它的话，每年可以给你长青草，可是如果你要来开荒，你认为这是荒野的时候，那么它的底下就是几公分底下就是沙，所以你开垦了以后呢，这个草原就沙漠化了啊，当然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方式。那么我为了要写一篇这个关于草原的价值，我到北京去访问一位草原的生态学者刘书润刘教授，他跟我说，草原不是以前不是没有灾害的，但是呢是局部的战争或者是短时期的干扰啊，从来没有一个
遇到一个国家用他的政策几十年在这个草原上面用几乎让我们怀疑是用全国的力量要让这个内蒙古的草原消失。什么原因呢？就是政策的错误。就是说草原，刘书润教授说，他说你可以用我的名字啊，因为我跟各位打一个岔啊，就是说我先生是学物理的，我先生的哥哥也是学物理的，这两兄弟跟我讲关于物理的问题，他们有时候讲得很美的，我觉得哎呦，这个拿来写诗不是挺好，拿来讲话不是挺好，很多物理的现象，他们两个人同样的反应就是说，我不管你要怎么讲啊，但是你讲的时候不要说是我跟你讲的，因为你一定会讲错啊。我先生的哥哥刘西北教授还说了一个最得意的，他最让我记得永远不会忘记的啊，对不起，虽然他也过世了，可是因为实在太看不起我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说一下。因为有一次他讲说他去实验的时候发现那个原来的电脑都是用数字嘛，后来进步了可以用彩色来标明，比如原来是用 A 来标明一个区域， B 标明一个区域，他开始研究，他不跟我说他研究什么啊，他研究可能是力学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啊。然后呢，你看我一定会说错啊。然后呢，有一天就是电脑进步了以后，那就可以用彩色标示，结果他说他晚上等不及打开那个实验室的门看那个电脑，想看如果用颜色，比如我用绿色代表来代表 A， 用浅绿色代表 B， 粉红色代表 C 啊，那这个区块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一打开吓坏了，像万花筒一样，就是那个像万花筒，他说原来是用数字的时候只是看到区分，等到用颜色的时候，他说简直是对称然后变化多端，就是都像你拿个万花筒来转的样子。所以我问他呀，请问你的实验是什么，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实验的名字啊？那我也许可以跟别人说吧啊。他说我用这样吧，他说我用正确的方法讲给你听，你一定不会懂，所以我用错误的方法告诉你听，你可能会了解一点。有这么，对不起，您不是物理学教授哦。我想我先生那一家里面对我的这个艺术家的评语是很差的啊。然后他说好，我就好吧，我说那你就用错误的方法告诉我听吧啊。他说的好美，他说你知道我们人，你看起来人是这样，就是好像人跟周围没有关系。他说你当你举起手来的时候，你旁边那个空气里有很多，我可能会说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很多东西跟着你这个，跟着你一抬手就动作啊。然后你一回头的时候，那个你回头的时候，你周围的空气里有很多东西跟着你一回头动作。然后你从这边这个舞台这边走到那边的时候，你后面那个空气跟着你有很多动作。他说就好像什么呢，蝴蝶的翅膀，好像一个知己的披风，这个他倒形容得很好 啊，他的文学比我好啊。而且像蝴蝶的翅膀张开了，所以我跟你这样挥手的时候，你看到只是我的手，看到只是我的这个动作，可你知道这你的旁边周围有多少重复的像蝴蝶翅膀一样，然后你从这边走过来的时候，像你披的一个披风这样跟你一起走过来，好美啊。但是是错误的说法，但是我二十年后写出来了，二十年前跟我说我没有办法，二十年后我写出来了啊。所以我现在回来讲这个，我们刘书润教授跟我说的这个意思也是说，你说吧，但是万一说错了是我的错误啊。就是说草原本身是不可分割的，而我们现在的草原上什么呢，在内蒙古草原上啊，蒙古国倒没有，在内蒙古草原上，这牧民每一个人就像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盖墙了啊，那草原上那么大，很难盖墙啊，那就用铁丝网吧，用铁丝网画了一个范围，你以后就在这里放羊，在这里放马，在这里放牛，所以每个人有自己家里的一个铁丝网，虽然这铁丝网圈起来蛮大，可能一个人的家可能比我们这个礼堂有几十倍都可能，可是还是铁丝网啊。所以这样的话，他说其实游牧文化的精华那个魂啊，就是移动。所以我们以为，我以前以为我们这个牧民是
有春天的营盘或者营地，春夏秋冬四个营地，我以为就是一年四季搬一次就可以了，不是，你春天在你的营地上你还要搬好多次，所以几十次，就是说大概一个礼拜你就要搬一下，一个礼拜你就要动一下。什么原因呢？因为草原上的草牧草有各种不同的营养啊，然后它的比如它的盐或者它的这一种矿石是对那个牛羊牲口有好处的呢，分布得很远，所以呢你要让你的牲口能够长得健康，你就必须各种营养的牧草都吃，但是不是你种的呀，你种不出来的啊，所以呢，所以你就是一个人在放这个，就算春天你也要搬十几次，秋天搬，所以一年大概一个礼拜会搬一次家，这样子的一个游牧，然后呢，让这边的这块草原可以休息，啊，一个是你去找不同的营养，一个是你离开以后，这片草原就休息，就可以恢复它的生机啊，所以如果你现在给它一个单独的一个这样的话，你的草原最后会毁掉了。啊，毁掉了。那么现在呢，政府又做一个政策，是说禁牧还草，已经好几年了啊，结果很恐怖。为什么呢？牧民说，所以有一位学者跟我说，他说牧民说的一句话，我们要用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去做田野调查，发现是正确的。所以草原的现在的这个变化的，为什么让我这么紧张这么剧烈的原因，就是因为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的这么坚持的某一种的政策，就是一定要五到一以贯之的这样去做，所以草原的损害是它是一个脆弱的有机体，所以它反扑很恐怖。它的恐怖是什么呢？就是说牧民说这块草地如果你禁牧五年，第一年你会看出来好像草长得好像高一点，没东西来吃，没有牲口来吃，长得高了一点，可是第五年以后这个草就老化了，因为没有牲口来吃它，然后呢好的牧草不见了，劣质的草长了，就是这个草原不能用了，完全不能用了。就是你原来是因为说吃的太草原被毁损的太多是一个退化，但是呢草原不放牲畜也是退化，所以就会变成什么呢？牧民说不养马之后马吃的草没有了，不见了，不养羊之后不准养羊，不是我们不要养羊，不准养羊之后羊吃的好几种草都不见了，就是这个大自然你完全不能了解。所以有一位那个草原的生态学者说，他说我们在面对这个草原的时候才知道这个大自然的神秘啊。然后刘书润教授说什么呢？他说草原不能单看草，草原的能够活下来是人、牧民跟牲口跟草原三者合一才能够的。所以在这里我要读一下，我怕我自己说错，我要读一下刘书仁教授说的一段话。这段话我想就是我今天要说的。你看一个为了去看父母的故乡的人啊，一个为了去找寻就是填补自己的乡愁或者让自己找到自己的立足点的人，一个生在乱世的人找不到自己的故乡的人，怎么最后变成是在这里要跟大家读一段关于草原呢？我想这就是我所不知道的实验，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真正最重要的我应该做到的事情就是把这段话读出来。刘书仁教授说，任何单独的草场都是没有价值的，草场的价值在于组合。游牧民的权利不是居住权，或者说不只是居住权，不只是个体权，最重要的是移动权、集体权和民族权。牧民最怕孤独，草场最怕分割。草场自古就是共有共用，草场私有是牧民和草原的大敌，
草原是我们的母亲，不能任由她的儿女肢解分隔。而各位，我要在这里跟各位特别强调，刘书润教授不是蒙古人。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我想以原乡和我的创作做一个题目开始，然后得到郑教授的一个帮助跟鼓励。那我心里真正想说的是，我现在知道怎么回答十几年前那个朋友问我的问题。他说21世纪了，蒙古高原对这个世界会有什么贡献。我想跟他说，这个地球上的这么大片，不只是蒙古啊，就是欧亚草原、北美草原、南美草原，还有非洲的热带草原啊。我说这个世界上，如果说在蒙古高原上面能够让这个草原平安的存在，就是蒙古高原给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我希望大家同意我，谢谢，谢谢。新闻文讲得太好了。其实我们也都知道，每个人现在都对这个地球跟人类将来的前途我们很担忧。这个担忧我们发现就是最具体的，经常就是这个政策，一个政府的政策，它为了要讨好我们比较贪婪的人类比较贪婪的这种欲望，那么它就定出一些政策来。而这个政策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很知道这个世界应该怎么发展，其实我们有时候说是人绝对不能够自己扮演神的角色，这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可是呢，我们经常看到政府政策呢是在扮演神的角色，而且呢经常以为说是哦，我掌握了一些资讯，那么我做了一个科学的判断，我就一意孤行，这真的是很可怕，是吧？所以其实大多数人都了解这个整个世界整个地球应该是一个有机的发展的时候，就不能够说是发展就一定是硬道理，就一定要以这个赚钱，或者是以这种得到多大的利润来发展，这个将来也是很可怕。所以我想席慕容今天跟我们主要讲了他的原乡，那么通过这个草原，那么他对草原的这一种关怀，其实对于整个地球，对于整个人类前途的一种关怀，也超越了个人的一个原乡的追求了，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义。那我们现在要不要看一看图片和时间的缘故？我想时间已经差不多。问问题呢？对，那么在问问题之前，我请问大家刚才有没有参加我的诗歌朗诵的，有没有听？有一位啊，还有没有？有几位啊？有好几位啊。不然的话，我是想说，要不要就是我想，因为大家这么，我必须要说，听说大家排了很久的队啊，然后也很早买票，我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我想问你们愿意听那个30多年前那个席慕容呢？还是我朗诵很短的两首，然后大家也许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每一首诗我大概朗诵1分钟的吧啊。好，所以我想有的人来是为了那个他30年，或者他不是30，就是他本身可能就席慕容在30年前写的那一首，或者是哪几首啊。那么有的人可能是为了现在的，但是我想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很多关于草原的了啊，所以如果我现在给大家朗诵那个一棵开花的树，可以吗？好啊，太好了。不好意思，我知道，我也想很回去那个一棵开花的树的那个时候，或者七里香的时候。可是，叶嘉莹老师说，诗是跟着生命走的，我回不去了，我回不去那个时候。我现在写的诗都是，比如余生啊，比如蒙文克这样的诗啊。那么不过过去写的也都存在的。是吗？是，
好，那也许很多年过去以后，也许大家也都只记得一两首啊，对，一棵开花的树，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500年，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一棵开花的树，谢谢。然后再一首那个出塞曲，好了啊，我想还是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我想出塞曲可以了啊，就是我还没有回到老家以前的那首出塞曲。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用那遗忘了的古老言语，请用美丽的颤音轻轻呼唤我心中的大好河山，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谁说出塞歌的调子都太悲凉？如果你不爱听，那是因为歌中没有你的渴望。而我们总是要一唱再唱，想着草原千里闪着金光，想着风沙呼啸过大漠，想着黄河岸呐、阴山旁，英雄骑马啊，骑马归故乡。谢谢。席慕容的诗感情非常的充沛，而且很真挚，所以呢，你们也可以听到他念的时候他自己都感动的。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是不是可以有几个问题呢？好的，我总要问问我们今天的主讲人，假如大家有问题的话，哦，那边有一位，好，您先，大声一点吧，有麦吧，有麦。谢谢两位。其实对习老师，然后因为从我小时候我是在内地长大的，在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那大概是1980年代，就是1989年，那一个时候差不多那一会的时候，我就有对习老师的一个诗歌有一点初步的一个认识。只是没想到今天很偶然的机会来到，听到习老师的一个声音，然后听到您讲起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有一个感慨，就您讲到这个牧民，就凡有地牧民者，牧在世时，守在昌平，国多财则远者来，地僻绝而民流出。不好意思，我有点激动，然后因为听到您讲这一个问题，让我突然也想起了一些人生的一些事情，是很感慨的一个事情。然后我就想，因为在今天的一个中国也好，然后两岸四地也好，然后我因为我在内地的时间比较长，我就会有点觉得今天的一个形势是不是会有点文巧不尽，不张扬，
不张两元，不明鬼神，不止三春，不进宗庙，不公主就视为不张这么一个境地上面去。然后因为我和您的一个生活是不一样的，是生活在不同的一个政策底下的。那么在这种状况底下的时候，您觉得您有对草原这一个被破坏性，然后对它失去了平衡，然后对人为的这么一种破坏来说，您会觉得自然的这么一个平衡之道，它是不是已经会到了一个临界点？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些时候会破临界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变异，就是刚刚您讲到一个在物理，就是您大伯，就是您先生的哥哥讲到物理学上面的，是物理破了这个破临界的时候，您的问题就是说到了一个临界点，对，然后想要听听这个席慕容他对这个现在这个现状有什么这个意见，是不是？不，就是因为你讲你重复的时间比较长了，对不起，那个时间比较长，就是其实也就是会说到，您觉得这是自然，它因为有平衡之道，您觉得这个平衡之道是人为可人的力量可以去破坏的吗？哦，绝对的，现在我要跟您说一件事啊，就是说。那天我在写这个稿子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我认得的医生然后听说我在讲关于草原的这个平衡什么，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们人的骨头里面一个叫石骨，就是侵蚀了的那个石骨细胞，一个叫造骨细胞，他说不停的在运作，就是为了要取得一个平衡的健康状态。所以您知道每一个生命，包括我们以为不是生命的生命，我们以为那个草木不是生命，草木也知道没有羊来吃它的时候，它不没办法分开，没办法分支，没办法茁壮，它就不见了那么您知道吗？有一位蒙古的医生，虽然我们说蒙古大夫我们都觉得是一个好笑，但是真的蒙医那个里面的学问很多，有一位年轻的蒙古大夫跟我说，他说他现在有一大片的草原要种药草，他说跟这个药草很奇怪啊，他说如果这个药草是需要4月15号到30号下雨的话，如果4月15到30号下雨，它就长一整年，长得满满的，但是如果4月15到30号不下雨，5月1号下雨，它今年全部不会长。所以植物的需要，植物本身也是有生命的。那么您刚刚说人为可以造成不平衡吗？我们人自己本身的骨头里面，那骨头就是不断的就是不要长得太硬哦，太硬就完了，也不要太软了，所以那个石骨细胞跟造骨细胞是我们坐在这个时候，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身体里面不停的在运作，就是我们包括一个小小的渺小的人类坐在这里的时候，除了石那个骨头的造骨细胞在跟石骨细胞不停地互相取得平衡以外，请问这个宇宙里面哪一个东西不是在互相取得平衡？一个平衡的健康状态当然要是靠我们人，就是如果你对你自己身体不在意的话，你身体就会坏掉，你对你自己的这个土地母亲的大地不在意的话，当然会坏掉。所以我认为人是在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谢谢。谢谢。好，那位先举手。谢谢席老师。您好，我是来自香港亚太第一卫视 One TV 的记者，那也看过您许多的访问。那想问一下，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您写诗，您画画，然后照顾家庭，想问一下这三者之间如何去更好的平衡它。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想问一下您在接下来的文学创作方面有一些什么打算？对，然后第三个问题是，您刚刚也秀了一下就是您从台湾或者是再次踏上香港这个土地，那对您有没有什么一个新的一个感触？对于香港和内地还有台湾这两岸三地之间的一个感触？谢谢席老师。您这个答案需要一个钟头来回答，简短简短。对，我简短啊，我要跟您说，您刚刚问就是说三者如何平衡，很努力吧，而且也要靠这个，
靠就是我的学生支持我，靠我的丈夫支持我，靠我的孩子们支持我啊。所以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互相的，我一个人平衡不了，我要靠我家里的每一个人，或者靠学校里的老师跟同学的帮助。所以人其实在人的社会里面也是一个很微妙的平衡，所以我今天才能算是平衡的坐在这里啊。但是还是有很多对不起的，有时候我以前常常回到家以后觉得对不起学生，然后到了学校以后觉得对不起我的孩子啊。所以我相信作为母亲啊，一个女子的本身的内疚其实是比我不知道，我没得比的，因为我不知道男人是什么心态，但是女子的内疚其实蛮强的。所以有时候你必须要跟那个内疚说说对不起，我暂时把你忘记。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对自己很满意，我对我自己非常不满意，因为我的平衡有的时候是牺牲了有些人的快乐的时刻。比如我记得我以前要出去写生的时候，觉得带的东西不够，所以我又跑回家，然后说我从花莲就是台湾东部到台湾的西部回家，所以我拿一些材料我再回去。我女儿很不高兴，可是也不说话，但是女儿不高兴我感觉得到，可是她没有拦住我。就我到了花莲，我要去画那个我认为铅笔带错了，要带水彩去画的时候，我画的时候听见有父母带的孩子，那个孩子叫妈妈，我画不下去了。就是当那个孩子说妈妈妈妈的时候，我在想那个应该叫我妈妈的那个女儿被我冷落在家里了，所以也没办法画了，就回家了。那回家以后女儿很满意啊，你回来了啊，但是也就是满意而已，她不知道妈妈心里的挣扎，她只是觉得哦你回来了啊，那么很高兴，可是她不知道妈妈已经就是妈妈没有办法，就只有这样。所以女子本身的平衡，我跟你说我到现在还没平衡呢，只是很勉强的坐在这里而已了啊。那么相对的平衡了。您刚讲的那个男的这个世界不太公平的，因为一直都是对男的比较好，所以真的我觉得这个男女不是太平等的，不过没有，我也要替男人讲，他们的压力也很大啊，对不对？好，谢谢。至于您其他的那个问题，我想我暂时不回答，因为文学方面，我其实跟着我的日子走，是跟着我的生活走，我没有什么特定的计划，好吗？谢谢。最后一个问题，怎么都是前面，后面没有举手啊？最后。谢谢习老师您好。那个我和我好朋友呢，我们是特地就是因为我看到书展上有您的讲座，然后的话特地从广州那边赶过来的，然后今天晚上很赶过去。那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要问您，因为我觉得爱就是爱，不需要说太多问题去了解您为何写作或者是为何做这件事情。我只是很无意的看到您连的心事和那个青春，然后我觉得说你是一个让人感觉很美好很温暖的一位女性。那么我也是今年刚刚大学毕业准备上职场，然后我觉得你是我心目中一种偶像或者是一种精神力量。我可不可以请求您在结束之后给我签个名或者是留个影？这个是我是今天第一个坐在门口，4:30就坐在那里等了，谢谢。对不起，今天真的不能签名，因为今天如果您知道，我常常为了这个事情觉得很内疚。哎，我有一次在不要让徐老师太内疚，对，他已经快要不平衡了。我想我感谢您啊，然后你要进入职场，我说两句话好了。我其实说过的，我以前不懂得要怎么，人家问我说要怎么选择你的生活，就是你要什么才能够达到什么。我现在我年纪也够大了啊，所以我就倚老卖老说几句话，就是说你进入职场以后请你记得一点，不是你要什么，而是你绝对不要什么。就是你绝对不要做一个欺骗，去做一个职业，那个职业是欺骗他人的职业啊。你绝对不要因为要升迁而伤害到你其他的同事啊。还有很多你绝对不要，就我们反而就是你的路越走越宽，是因为你不要做这个，你的路会宽。可是当时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可能对我现在有什么好处，什么可能。当然我也不是叫你做一个完全的牺牲者，一直退让，可是你给自己定一个原则，
超过这个原则我就不做了。在这个原则中间，那我稍微去献个小殷勤，对上司说几句好话让他高兴，一点都没有关系啊。但是有某一个原则，我相信你一定知道，某一个原则，我不过界，我不过线，你的路会越走越宽，好吗？谢谢。我觉得席慕容刚刚给年轻人讲的这几句话很重要，因为呢，他讲的其实是最基本的做人的道理。因为做人呢，其实最重要的是对得起自己。你到了一个年纪，因为你的生命到了一个年纪以后，你最后你不会心有余愧的时候，你觉得你这一生啊还对得起自己，这个我觉得就是您刚刚讲的，那很重要。年轻的时候我们往往不太知道，有时候我们会伤害别人，那么你只要伤害人家一点，你到了老了你就会真的，你就觉得我做了一件很对不起人的事情，而且永远没有办法去补偿。所以呢，就是说你自己定那个标准也很重要，那就是你这个人，那个标准在哪里，最后反映出来就是你是什么样一个人。我觉得诗人刚刚给我们这个建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要补充，绝对不要做烂好人，要生气的时候一定要生气，要表达的时候一定要表达，不是要做一个一直退让的人，千万不要啊，好吗？你看讲话都会有一个，就怕别人会误解，所以做老师其实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我们都做老师的谢谢谢谢谢谢。